嗨，各位好，我是鲍勃，欢迎到鲍勃日常。现在呢，准备去新庄棒球场看棒球，这样是同一师今年秋季在新庄的倒数第二场比赛。想说趁着现在有时间，赶快去新庄球场看一下棒球比赛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确认见喽，拜拜。4:40，等5:30才可以进场，到这边休息一下。
真的很棒。Love.